歌。如果是我今生是此，再轻松我谁能还想你，我原来你也在这里。谢谢郑岩哥。请允许我尘埃落定，我沉默埋葬了过去，漫山风雨我总还想你，再隐居在这沙漠和你，该隐瞒的始终清醒，今夜为你沾了乌云，爱是天时地利的女神，哦原来你也在这里。Oh my god，是不是只住在梦境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去换来半生回忆，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能还想你，哦原来你也在这里。Oh my god，是不是只住在梦境，生活我用尽全身力气去换来半生回忆，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还想你，哦原来你也在这里。该隐瞒的始终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原来你也在这里。谢谢兄弟们的掌声，谢谢妖娆美女献歌第二首。好，谢谢啊，然后现在谢谢大家没有嫌弃我。谢谢妖娆啊，兄弟们今天有耳福啊，能够听到妖娆美女还有一灭哥的歌声。好，那现在我就先下了，好，拜拜。好的，谢谢妖娆美女。谢谢妖娆小姐姐，唱歌好听，谢谢啊。妖娆太厉害了，是的，肉哥。谢谢安菲尔的歌，谢谢郑岩哥。这个拜英他也跟着调侃了，还跟着我说安菲尔的歌郑岩哥。我们这个今天谁的才艺还没上多少啊，要娜娜还没上多少才艺啊，谢谢大家捧场。肉哥的正确读法是罗杰，发仔哥是复旦大学毕业的，这个英文学的非常到位啊。我们这个叫肉哥叫惯了，人漂亮就算了，歌声还这么好听。对啊，欢迎乐哥，娜娜来跳个舞啊，娜娜。欢迎
house, bang a fuck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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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use.
上次广告说老婆没有卖紧身裤，不知道有没有啊？要问一下妹子们。大力小马达。啊，坐吧，坐一下，坐一下。广哥甩锅，大林跳舞还是有点才艺啊，加油！我嘴里就有寒山，霜花满天，一袭寒气冷风帆，九洒河山，仰望蓝水云烟，翩翩却落人间。瑜伽裤不是加瑜伽。我就落石山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上次也问过紧身裤吗？兄弟们，帮忙点点赞。找汪峰不如找看汪峰的演出，会变得更加的疯狂。瑜伽裤好，是的，星星兄弟。明显哥，要不这个舞的效果没出来，我啥也不懂，被老婆活戏了。就是穿紧身裤跳这个舞，会不会抬走哎？我也觉得穿紧身裤效果要好一点。明显师兄一鸣，明显哥跳这个舞，我明天去买兄弟，每个妹子都没有，这个太污了吧？他们有。把这个。大家选老婆的话，首先选哪位？你先表个态，你首先你选哪个？发财哥。兄弟们，大家选老婆的话，选哪一位？九七五哥选娜娜，哇！没钱限制的想法。大哥们选一选，华仔给重量级的，你傻可爱真诚。心中一生负情欢，没人凑闲，你看白。大哥们选娜娜的奶粉钱，少总选娜娜，又选了一个娜娜的，星星选曹老三呀。如大梦眼前，大桌你全要。肉哥，你选哪个？明显。明显哥这里面没有法仔哥中意的，估计没都来法仔那个看一眼。自由快乐选拜音，娱乐阳光有米才任性，阿广选没都。我与生命再也无退路。李子王子，未来选拜音，获得颜值有保证。其他三个人没人选吗？丽莎、大林还有小西没人选吗？千万不可，小西什么意思嘛？宇哥选拜音哦。啊？发这个谈拓宽，要烧米啊，烧排的瓜，要熬排冰米啊，你瓜。啊？熬？爹，米坤啊，哪坤要熬叫的？米坤你要烂辣的，拜音的，什么坤熬哪的？肉哥你选阿爸呀、啊？都选了阿坤，选什么？五里还活着，蓝天选丽莎呀。发财，阿美大哥你选哪个？选广哥的。丽莎说发财哥你选哪个？发财哥爹，丽莎把问题抛给你了。阿美大哥你想选哪个？你是想选拜音吗？你拖了点身心。发财哥选没动，发财哥也没动。
那这个我来来来，赶紧来。笑破苍穹，长枪刺破云霞，放下一生牵挂，望着寒月如牙，孤身纵马，生死无法。发这个选小溪是吧？他选梅东，我估计发这个还是容易败赢。成败笑谈之间，与青石留下。人仙哥去拉管，我谁都看不上，不敢当人仙哥。大西不错，大西大西更漂亮了。我今天在店里面看到她，我在帮她审，帮她伯母卖东西吧。大西很健谈。我在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时候，把酒与苍天对酌。纵然一去不回，此战又如何？谁见万箭齐发，星火满天夜如昼，刀光剑影交错。而我长出如龙，乾坤撼动，一笑破苍穹，长枪刺破云霞，放下一生牵挂，望着寒月如牙，孤身纵马，生死无话。风卷残骑裂甲，血染万里黄沙，成败笑谈。阿广其实八真的什么吗？冰险兄弟。长枪刺破云霞，放下一身牵挂。对八的话，你们谁都了解，肯定没我了解多嘛。孤身纵马，生死无话。风卷残骑裂甲，血染万里黄沙，笑谈间。发哥要胖耶，发这个开玩笑的，我解释一下，发这个不给你玩哦，美东明玩笑色色，我跟他解释了，我跟妹子们解释了，说发这个是开玩笑的，发这个怎么了？丽莎说你发这个你不要谁了，他这几个妹子这么漂亮。他说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嘛？他说他们坐的这几个妹子这么漂亮。数流沙几聚散，日月沧桑尽变幻，那是多少红颜换一身尘。林贤兄弟 Hello。 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哦，五个美女，你好，安然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玩一把。啊，玩啥？才艺吧，输了算才艺。我输了深蹲可以不？可以啊，二十个。啊，多少个？20个。没有，我跳，我脚你跳。好。啊，就直接开始了。脚你跳的艰难。啊，闭麦啊。就这样一直陪伴你。
像花儿开在心里，爱着爱着你，就这爱着你，春风化作相思的雨，在爱的世界里，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一生一世把你珍惜。家人们众筹一把，家人们众筹一把，快手搜一波，两个月的歌手星星，谢谢啊，谢谢李平贼，谢谢啊。许下心愿在心里，就这样一直陪伴你，孤单的时候想起是爱着的你，就像花儿开在心里。今天晚上跟谁打了一个四个人的，结果我们垫底只有2800，就是跟着谁打的，这个眼镜还有个叫阿七的吧，他们连过来的四个人一个，这是第二把。年轻的阿广大叔也没出去游泳，不就知道大小还是我家，反正我好好沟通一下。明显哥高招，中文字幕志愿者
无限的。要谢谢啊，谢谢啊！恭喜村长刚升级。脑袋就脑后去感受我的定节奏。家人们，帮忙过家家，还差500滴开始，520。风中的节奏。谢谢安菲尔德哥。感谢安菲尔德哥。谢谢松仔哥，感谢松仔哥，谢谢啊！谢谢安菲尔德哥，感谢安菲尔德哥，谢谢啊！谢谢692哥，感谢692哥，谢谢啊！谢谢888哥，感谢888哥，谢谢啊！谢谢郑岩哥，感谢郑岩哥，谢谢啊！谢谢农民哥，感谢农民哥，谢谢啊！谢谢宇哥，感谢宇哥，谢谢啊！谢谢760哥，感谢760哥，谢谢啊！谢谢金龙哥，感谢金龙哥，谢谢啊！谢谢红红哥，感谢红红哥，谢谢啊！感谢各位大哥对我们的支持，谢谢啊！谢谢大哥们买500，谢谢谢啊！谢谢冲仔哥的保时捷来的太及时了，啊、开麦开麦。我都来听不到啊！还有什么说的？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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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女，你好。我做深蹲了，我今天做了100个深蹲了，我。好。3, 4, 5行，你坐吧。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哈，我们家三妞今天也陪着我做了50个了，快。阿南，辛苦了，阿南美女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妈妈，我挂了。OK, 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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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人们，大哥们可以聊聊天，大哥们可以和妹子们聊聊天。你说嘴巴巴拉巴拉的，肉哥出这个威武霸气，大家辛苦了。
这叫反杀。欢迎木木兄弟。欢迎下的好甜哦。欢迎啊，你喜欢谁？加马牌。会马丹菲雷的歌。他说：“我说你喜欢谁？”他说：“喜欢阿菲雷的歌。”华仔哥、冲仔哥是跑车王子，每次都是，是啊，冲仔哥支持我们非常多啊，对吧？这是我们好多保时捷热气球了，非常感谢冲仔哥。别扮演最虚幻的大哥，你看人家直接就是说安菲尔这个不是法仔哥啊，他不认识法仔哥。小西呢？小西呢？不要问这些，好好，不要问这些，我们可以聊聊其他的话题。欢迎红红美女啊！啊，你说什么？欢迎邓丽丽，欢迎何佩，欢迎个嘉宾，欢迎个嘉宾。大林说他没有大哥。那个你才说没有大哥也没关系，你喜欢谁可以说。华仔大哥喜欢看拜烟的姐姐梅东。小西没有说阿广，小西是说谁都可以吧。我、哦、没念到的大哥心里不舒服。嗯，是查老三没在，查老三今天轮休，轮休。丽莎把这个轮休工作，丽莎把这个轮休工作安排的非常好啊。每个人一周轮休一次，一天哦，但是还多出来一天，就是平均每个人就是必须有一个人轮休两天，轮休两天，而且也是轮着来啊。怕我把嘉宾晃烂，你当领导，这个轮休工作安排得很好，不得上位就天天听来。冲这个发这个情商高，对对对，小西喜欢阿广擦一下子。老哥怎么没来？老哥什么情况？对，哎，老哥怎么几天没来直播间了？老哥是不是看到彩彩妹妹？丽莎说老哥没有谁聊天，彩彩妹妹没来，所以不来直播间了。小林子是唯恐天下不乱。Rogue 小西说是修了眉毛的阿广，女子王子拜烟都表白了，你却像个女孩子一样羞羞答答的，开麦讲话留个声音。阿麦大哥连麦啊！爹，这个你啥要你连麦拜烟的？他是拜烟表白。安菲尔德哥，你一直妹妹广哥一直在心里。明显哥，老哥的领导查账，老哥的账不能圆，团头估计真的是这样吗？法仔哥，我没有跟阿广讨论模式，不知道他的计划。是这样子，法仔哥，我们这几天也在跟兄弟们在商量，这个我们这个、不是计划中要换号播吗？换号播我们是不是要改成案件或者大圈他们的模式，就是也是多少分一票这样的，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看点一点？法仔哥，你什么意见吧？你觉得你的观点是怎样的？多难米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
这个丽莎说一面哥是不是歌手，他说唱歌这么好听。郑言哥小李子王是什么消息联络吗？把这个那个模式是以长时间为基础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基本到半夜。华大哥是这样子，我们就是其实我和妹子们也讨论过，有时候也讨论过，他说或者下半夜试一下看看，我们还是尝试一下吧，尝试要是应该试一下。我们就是给观众们一点心意，因为我们这个现有的这个模式也播了一年了，大家有点审美疲劳。啊，玩这种的话，起码要两点以后。它这个模式跟这个时长，它的关联性很大吗？人家播到凌晨四点五点，时间短了没人看啊！不要搞得太晚。霜月落庭前。三毛从下午到晚上两点。郑言哥，这种没票的妹子会很吃的，包底吗？你觉得包底是什么？包底的做法怎么样？任贤哥饿死于跑路。准备好。要饶你自己要考虑清楚。温卷成云今天视频八妹的副驾被老茶老刹住了，老哥生气不来了。那老哥来了嘞，欢迎老哥。真的讨论你老哥。老哥来了。欢迎晴天哥。任贤哥要考虑你的情商和话术水平。郑贤哥，包底你顶得住吗？昨晚我说了两场直播，一场是剑哥的形式，你要管还梦查查。宋仔哥可在附近租给房找房子租的妹子，他们都租了房子，租不远。可以尝试一下，晚上我睡觉把手机开着睡，就可以支持插广，第二天也可以搬砖。我这种模式必须包吃住才行啊。老哥是不是中奖了吗？老哥，任贤哥别搁到后面，大哥打起来了。我们现在在这种这个关键时刻，这个我感觉还是要求这个突破啊，求变化，因为这样现在是不是很难了吗？
曾属于彼此的晚上，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。我们一边上个才艺，所以跳个舞。我们跳个和舞，听宝克念吧。三分。我们跳个赞歌。发财哥，你来了，我给我播两个月 ，OK OK OK， 真的来吗？我的身价都不够给你，给你的出场费。啊、我发着个吧，那马巴特老帅快累死手了。OK， 那发现试试，发着个月来开个，哥你上月了。我是发着哥的公司这么忙，怎么可能来得了？好了吗？模式是包吃吗？光明的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老哥。间来说，人家一场直播的流量是我们的20倍，你说我们怎么样跟别人去比嘛？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，重中之重还是要搞流量。谢谢安菲尔德哥。
们扑克牌准备好了吗？啊，这个我们可以不用扑克牌，可以计数嘛？扑克牌好像不是很方便，是吧？找个十个八个，有三个多人喜欢你，肯定要找个十个八个，肯定是要找的。如果这个效果好，可以多找点十几个。这个我们不能再搞这么点人，我们要搞出点气氛来。怎么说，我们也播了一年了，怎么还给人家新干的比下去了？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要改变一下。改变也好，不走心不怎么会知道谁送给我的。谢谢老哥兄弟啊。谢谢三个美女。谢谢三个美女。不是五个美女吗？抖音不给推流，所以一直都是这些铁粉，可能与你这模式有关。不过你拍的老挝日常很真实。嗯，回忆只是行李箱装着山川和海洋。女子王子大号换小号是想追求流量，对，这个没错。然后换按键模式是吸引新粉丝。翻案件模式，我觉得他们那种模式更有看点了，观众们都有个期待，说今天这个妹子挣多少钱，明天那个妹子挣多少钱，他这个有可看性啊，有故事性。拍视频是巩固铁粉。故事不等也不长，刚刚好用来回想。袁君君，人家直播是户外和才艺同时进行，还有直播妹子们每天怎么做饭做宵夜，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直播上。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吧，有的人也有播得很好的，就只播才艺，也没有播做饭呀，也没有播户外。但是有的人户外也播，做饭也播啊。和树叶的黄，铺到我将要去的地方。我想有现实的真相和爱的幻想，做成清晨的光亮。要是我们能够找到个助理就好了，那就是这个。捕捉我坚强的欲望，是因少年莽撞。谢谢啊，费雷德哥，谢谢啊！哇，谢谢安费德哥的亲吻。回忆里那个姑娘，长发落到腰上，故事不短也不长，刚刚好用来回想。多少理想把经络土壤在用力的生长，谈不上迷茫也在找方向，只求不卑不亢。我
想要天上的月亮，默默安静模式。想要雪白的姑娘和记忆的床，我想要青春的绿色和树叶的黄，不到我想要去的地方。娱乐阳光，我们这个直播间不管是妹子们的才艺，还是直接直播间直接间接的粉丝，忠实粉丝那么多的情怀大哥队，我们也是有新观众有流量，再加上我们这么多的铁粉，那不是锦上添花吗？我们这个直播间怎么就赶不上那些平平淡淡直播间的人气？是啊，这个亲吻妹子们，亲吻大家的人气。和漆黑的窗，我想要青春的绿色和树叶的黄，不到我将要去的地方。我想有现实的真相和爱的幻想，做成今生的方丈。要不我们今天就播在这里吧，今天播了两场啊，今天我们就是先下播算了。不说我紧张的欲望，少年莽撞啊，各位大哥各位家人们啊，今天很晚了啊，大哥们家人们都很累了，就早点休息吧，我们就播到这里了。谢谢各位大哥，谢谢各位大哥，谢谢各位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再见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大哥们晚安，谢谢哥哥姐姐们，谢谢啊，拜拜拜，大哥们晚安，明天见，拜拜。还是您晚安，木木拜拜，浪子拜拜，李子王子拜拜，要老美女拜拜，安排的大哥拜拜。要我是拜拜，软禁拜拜，下啦下啦。